M01 外传擎天柱的车头非常好看，但不可避免的车尾还是有着脱离现实的厚度，部分人形零件没有收纳，直接在车尾的两侧暴露，烟囱可以按照个人喜好替换，肩甲没有彻底隐藏，算是美中不足，车身没有夸张的做旧，涂装光泽也基本达到了恰到好处。直接来看变形过程，打开油箱，松开车身面板，翻起踏板，解锁裙甲，彻底小腿盖板下翻，打开大腿盖板，旋转油箱，收进大腿，再把盖板扣回，车尾外拉解锁，松开卡扣，把双腿分离，车尾连接杆内折，连关节折叠收起，向下翻动，再上翻贴近面板，翻出脚掌，向前旋转，打开跟键，连关节下拉，和面板锁定，小腿面板下翻，扣紧卡扣，收起后视镜，打开车身面板，翻起车窗面板，车头后方面板翻起，向后拉出肩甲，翻出小臂，车身面板连关节折叠，再下翻盖住车轮，双臂前翻，打开车窗，翻出头部，腋下面板外翻，松开车头卡扣，车轮部分旋转90度，把车头面板折叠收起，再翻进胸口隐藏，解锁腹部定位，再向后旋转90度，把腹部解锁，上半身翻起，车轮翻进身体内部，肩膀面板下翻，把胸甲扣合，后方面板下折，脊椎上下展开，翻起背甲，插紧脊椎两侧和上方的卡扣，把上半身转正，翻起胯部，前裙甲下拉，裆部面板翻起，把肩甲各个面板翻折到位，再恢复到人形位置，把烟囱向后旋转，再点亮眼灯。玩具变形步骤较多，但结构相对简单，变形过程也比较顺利，人形几乎无懈可击，只是胸口造型和电影中有些差异，肩关节连接杆是金属材质，相当结实，只是视觉上显得有些纤细，只要变形到位，全身上下几乎看不到零件之间的过大缝隙，上半身的变形结构很明显借鉴了官方 MP10 的大体设计，在完全变形的前提下，整体可动也做到了基本令人满意。猜吧，该谁了？这家伙长这模样就不像好人。晚哥和其他两名尖头小队成员一样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，但他更加出众，导致冲锋和喷气机都对他有所顾忌。尖头小队三人相比常规 Seeker， 他们的长相就显得无比怪异，独特的外貌和凶狠的表情也让他们看上去比大多数霸天虎更具邪气。直接来看变形过程，拆除机下方武器和导弹，机尾面板翻起，解锁主机和主体之间的卡扣，向下滑动，解锁前方机翼，主机翻起一定角度，把前方机翼彻底解锁，连同机身面板翻起，机翼连关节收起，锁定卡扣，再继续上翻，和主体锁定，机身盖板解锁，把双腿分离，打开小腿盖板，解锁大腿和膝盖，下拉小腿，锁定膝盖内侧卡扣，翻起脚掌，沿关节下挫，脚踝内折，脚跟向后旋转，把脚踝归位，翻起脚踝后方卡扣，扣合小腿盖板，插紧上下卡扣，前裙甲和小臂解锁，把胯部下拉，打开胸甲，双臂外翻，沿滑道提起，展开侧裙甲，腹部外翻，连关节展开，
在下翻备用。打开背板，机舱下方面板解锁，旋转180度，打开舱盖，打开机头，向后翻动，人形舱盖外拉，下半段舱盖沿关节贴合主体，翻起机舱，旋转180度，沿双关节下拉到底，下翻背包，收起舱盖，扣合机头，把腹部和机舱锁定，锁定胸甲，把腰部扣合，下拉小臂，翻出手掌，旋转90度，安装机枪，导弹安装在机翼下方。挽歌的变形过程不算困难，采用了和 MT 自家同系列红蜘蛛的基础框架逻辑，在头部和机翼等特征较强的部分则进行了改模和重新设计。人形头部在变形时极度容易脱落，需要格外注意。它的整体尺寸比较符合自家玩具线和官方 MP 的大小比例。猜吧，该谁了？它应该是现在市面上最好的 MP 比例飞过山了。飞过山是小个子汽车人，但他有着和身材严重不符的胆量和勇气。他在地球打响了变形金刚的第一枪，稍微再准一点，威震天可能就被当场击毙。他行动鲁莽，有些冒失，全凭自己的狠劲儿和不俗的火力。他既然能成功在86电影中幸存，凭的也不单单只是运气。直接来看变形过程：拆除武器和配件，打开车门，把车窗下折，解锁车身两侧卡扣，解锁 B 柱。解锁车顶，打开车尾，把后车窗下拉，车顶向后提起，解锁前挡风，沿关节翻动到车顶，把车尾前翻，调整尾翼，下翻挂钩，和车窗结合，解锁车头，解锁前杠，沿双关节提起，解锁引擎盖，向内侧打开，再向下翻折，把脚踝关节展开，翻起脚掌，收起车轮，打开小腿，拉出大腿，把小腿扣合，锁定卡扣，把车门后翻，引擎盖后翻，锁定脚跟，解锁车尾，打开后杠，车身向两侧打开，车尾卡扣解锁。向下旋转，翻起头部，车身向内侧推动，再向后翻折，解锁小臂，肩关节前翻，把双臂下翻，旋转双臂，下拉小臂，后方盖板翻起锁定，把后杠下翻，腰部面板末端翻起。在整体前翻贴合腰部，调整后杠根部关节，向外翻动，翻起背包和后杠锁定，把上半身和腹部锁定，把腰部旋转180度，把武器拆分，按视频演示进行简单变形。撒开收张，通过卡口按装进收紧。头部前推可以拆除，共有3种替换表情可以选择喜欢的安装。FT 飞过山的变形过程不算简单，需要一定的技巧和专注，但经过反复变形，熟悉它的结构也不会存在什么难度。车型非常紧凑，细节和动画形象基本也没有太大的出入，各种配件也相当到位，致敬和还原了动画中出现过的经典要素。人形正面几乎完美，只是上半身的收纳和背包略微影响了整体的厚度，全身关节非常紧实，提供了不错的可动和良好的支持力度。做工用料也保持了 FT 的一贯传统，有着非常可靠的精度和强度。让人惊喜的是，人形的每张替换脸刻画都非常传神，已经非常接近动画中的人物。猜吧，该谁了？
Thank you.